每一集来处，似乎天地未剖，阴阳未判，四时未分，万物未生，茫然平静，寂然倾城。出生之海，古老的声音告诫我，这回你跑不掉了吧？诸位，咱们让他过去吧。哼，竟敢和我作对，算你们有胆量。你用绝天禁法，绝天禁法威力更胜飞天禁法，你用便魂魄灭散，永不超生。你真的敢用？你有不顾性命要报的仇，我也有甘愿舍命保护的人。想要舍命保护的人？这密道显然还有其他人在。你们是谁？怎么会在这密道中？糟了，且让你们尝尝我韩家刀轮的厉害。咱们这就领教你的刀轮绝学。女娃儿别逞口舌之力。不愧是灵山老鬼，受了这么重的伤居然还没归天。阴杀韩无杀，妖孽化成灰吧。师父，师父！哎呀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儿？今日灵山老人归西，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，何必为这些废物为难？本座今天虽然是为杀这些兔崽子而来，却听到了一件与本座大有关系之事，可得问个清楚不可。师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